12月31日讯，朱丽倩自去年5月为刘德华诞下女儿向慧后，本来深居简出，直至近月传出她再为刘家怀有雌孤定，却忽然经常现身，先后被拍得看中医和疑似产检外，更高调现身陪老公刘德华出席女姐红线女广州丧礼。日前拍到朱丽倩再度出动，为了迎合向来爱穿唐装的老公刘德华，身穿平底鞋松身裙，肚突突韵味甚浓的她，在妹妹和保镖的护送下，在尖沙咀美丽华商场选购唐装迎接新年。当她发现记者踪影，即如大逃亡一样疾步离开，全程对提问不发一言的她，为躲避凸肚像更行错路，兼差点上错保姆车。